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459页啊，459页。我们从第二行念起，啊，第二行念起，极尽者，离烦恼越极，觉苦患越尽，即涅槃之理，自持寂曰：极尽即涅槃理也。我们在前面学到这个地方啊，接着我们看下面，又往生机要要机上卷，一切诸法本来极尽，非有非无。极尽确实是真理，是事实真相啊，也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如果一切法确实是不生不灭，说这个话的就没有意义了。一切法有生有灭，生灭即是不生灭，生即无生，灭即无灭，这个意思就深了啊。那我们再说得粗浅一点，相上有生灭，性上没有生灭，事上有生灭，理上没有生灭，但是性相离事是一不是二，所以不能说它有生，也不能说它有灭啊，这就讲的中道。那凡夫只见事相，不见理性。那二乘人见理性，不着事相。菩萨性相圆融，离事不二。那有体有用。啊，这大乘呢可贵之处。从诸法实相来说，这个往生要极这个三句话显示了中道之意。一切诸法事处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没有例外的啊。世间法包括了十法界，出世间法呢包括了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啊，常寂光土那就不论了。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一切诸法了范围非常广大，这个里头一真庄严，本来寂静离烦恼的人，
觉苦患的人，他才见到事实真相，他才能把这个事实真相用在生活上。啊，用在生活上是什么样子呢？大经上有两句话：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菩萨境界。这不是凡夫境界啊！生死涅槃都不可得啊，都不是真的，都是非有非无。你不能说他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不能说他无，明明在你眼前。啊，知道了，于一切境界下，不分别不执着，你在一切现象里面得自在了。啊，没有起心动念，那就是如来的境界。究竟果位的境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果位啊，比等觉还高啊，确实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今天在一切现象里头分别计较执着，这都是错误的，这什么？这都是烦恼啊，你没有立烦恼啊，所以你心是动的，佛动的，它不是静的。啊，一切法本来即静，我们的心怎么会佛动呢？也是本来即静。即静落，即静没有烦恼啊，即静没有忧虑啊。啊，极静才法喜充满呢。啊，极静其用是无量智慧。啊，佛法修行，关键枢纽就在禅定。啊，离开禅定不是佛法，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不同，全都是修的禅定。啊，所以戒定慧三学，一切诸佛如来都遵循这个规则，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开慧呢，你就见到一切诸法本来即净，非有非无，你全看到了。这个是开悟人所看到的真相。啊，开悟是什么个等级呢？在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啊，开悟的人超越十法界了，住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在哪里？开悟人所住的地方就是十宝庄严土。今天科学说我们空间维持不一样，这是真的。三维空间跟四维空间可以住在一起啊，空间维持从哪来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来的啊。真正开悟的人，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用的都是假的，他没有拘束。
啊，所以他入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的就是没有烦恼，没有妄想，啊，他没有苦患，啊，那叫一真呐。住根。底下讲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坚持六根同归寂静。这个意根，广义的讲呢，心、意、识都用这个做代表了。啊，大乘这个意。第六是意识，第七是意根，啊，第八叫阿赖耶，啊，叫藏识，啊，都用心意识，都用这一个意做代表，这是精神现象。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是物质现象，这有形的物质。啊，意不是物质。啊，现在科学所谓称它叫信息。啊，在佛法里面，称它做受想行识。啊，受，包括前面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受。他只有接受，啊，把外面信息的时候接受过来，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分别是谁呢？第六意识，他分别，摩那第七识他执着，啊，阿赖耶就像资料库一样。把他的分别执着统统储藏在资料库里头，啊，这个资料库，因为他没有形象，所以他就没有大小，容纳多少呢？变法界、虚空界的资料全在里头。啊，不仅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的资料在里头，所有一切众生的资料也在里头，这就很奇怪了。啊，为什么？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一个清净圆明体，从一体里头起而用。二用是一个是依报，一个是真报。真报是自己或自己，依报呢，那就所有一切众生，包括山河大地，他们的这个信息全在阿赖耶里头。啊，因为是一体。啊，任何一法。还是用佛法讲一法，这个法无论是心法还是色法，啊，佛法里头把它归纳为两大类：心法是起心动念，色法是物质。物质它也是波动现象，没有波动，物质不能存在，啊，这是现代科学家证实了。啊，物质现象是波动现象，波动的根源是意念。啊，这是近代科学家才说的，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所以，以心可以控物，
可以控制物质，啊，我们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这个道理，佛在3000年前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最近科学家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能够肯定，能够不怀疑，啊，认真能够学习，我们身体要带着有病痛，就可以自己治疗，啊，用上意念治疗。而意念里，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念头里头最好的念头，就是念阿弥陀佛。我意念里头没有别的东西，就是阿弥陀佛。你念着阿弥陀佛，一心专念，你全身无论什么毛病，念上一两个月全都好了。那为什么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身体是物质现象啊。只要好的念头啊，这个病痛是不好的念头，不善的念头，造成我们细胞带着病毒。现在我们把念头全部改成阿弥陀佛，啊，你什么都不要不闻不问，你念上2-3个月，全身完全恢复正常，就是最健康的，正常是最健康的，啊，不可能再带着病毒。啊，科学家现在收集这些证据，这些例子。啊，中国有，外国也有，是全世界收集。啊，特别是得到绝症，啊，医院里面放弃治疗了。啊，告诉这些病人，你存活的时间只有2-3个月，等于说宣布死刑。啊，确实有一些，我想多半是信仰宗教的人。啊，他反正活的时间不久了，一切放下，病也不想了，专门去想上帝，天天做祈祷。啊，学佛的人念佛念菩萨，啊，不再想病。一心一意想佛想菩萨，啊，天天念佛，你看3个月之后再去检查，没有了，病好了。这个医院就说这是奇迹，其实它不是奇迹，这是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意念好就把物质全部恢复正常，全都变好了，就这么回事情啊。那我们病从哪来的？病从恶的念头，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很严重，你才造成病啊！你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贪心？有没有嗔恚？有没有傲慢？啊，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病因呐、啊，你不知道啊。啊，严重的分别执着，啊，严重的欲望，我要怎样怎样，那贪婪了，病从这起来的，啊，所以佛常讲啊，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有这个东西，我们细胞就带着病毒。外面细菌很容易感染，现在我们把贪嗔痴全放下了，我们一心念佛，心里都只有佛，没有贪嗔痴了，没有傲慢了，没有怀疑了，啊，怀疑很麻烦，怀疑让我们免疫系统全部瓦解了，啊，怀疑
造成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山崩地陷。啊，你看《地藏经》上讲的监牢地神，那个监牢什么？可信心呐、啊，信心佛法头一个相信自己呀、啊，他不相信自己，这个人免疫能力就没有了。坚定的自信心，那就是有坚强的免疫能力。啊，我们身体再严重的病都会恢复正常，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山崩地陷。啊，那个地神就监牢地神就守住。如果我们都是怀疑，监牢地神没有能力了，他守不住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要身心健康，第一个条件就是建立信心。啊，相信自己，相信佛菩萨不欺骗我们。啊，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释迦牟尼佛。啊，一心念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许多信息告诉我们，今年是个灾难年，今年是个很不平常的年。啊，要求我们只有念佛人可以安全度过这个灾难。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听的能理解能懂。啊，为什么道理呢？阿弥陀佛是最好的意念，你能够保持这个念头，什么问题都解决。事出世间的意念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个念头叫万德洪明，一念里面居住事出世间一切的德能啊，一切的美好都在这一念当中，为什么不念呢？啊，为什么还要怀疑呢？为什么还要杂念再渗透进来呢？这全是错误啊！啊，真正回过头来一心念佛。啊，严格遵守大势至菩萨的教诲，度摄六根，精念相继。度摄六根就是张家大师教我们的放下万缘。啊，意思完全相同。啊，六根不再缘六尽。回来，收回来，啊，通通收回来，都圆阿弥陀佛，啊，眼看阿弥陀佛，早晚扩松看阿弥陀佛的像，日常生活当中看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看每一桩事都是阿弥陀佛，看所有万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眼收回来了，耳听阿弥陀佛，把一切声音全部都转成阿弥陀佛。嗯，三十
前面我们学过三十二相，佛有这个能力，把所有的音声转成阿弥陀佛，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转成上味，自己最欢喜的味道，他念头可以转嘛？楞严经上说的好啊，若能转尽则同如来，如来能转尽，我们转尽跟如来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六根呢，语言外头境界我们会转。通通归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呐。看到佛像是阿弥陀佛，看到别的不是阿弥陀佛，那不是念佛人呐。这是不是故意这样想的？不是，事实真相如是。阿弥陀佛是自信，自信的名号。这个名号里头有自信的离体，有自信的现象，有自信的作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全都取代了，都不概括在其中了。这叫念佛人。我念弥陀，弥陀念我。弥陀念我是真的。你看看这经文上所说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发的，这弥陀念过啊。问题是我不念弥陀啊。只要我一念弥陀，就跟他相应了。我们要多学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字，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就叫净念。所以必须在境界里头有个转变。看一切人，真的好人是阿弥陀佛，坏人也是阿弥陀佛。不要去分别，全是阿弥陀佛，我们才修成功了。一有分别错了。远离分别嘛，为什么要分别呢？有执着错了，别执着。这是真念佛人呐，是真念佛道场啊。所以六根同归极净，这就都摄六根。如华严经曰：“观极净法，立住持岸。”只要观其见法，痴暗，痴暗是烦恼，是疑惑，自然就没有了，是不生分别。你看，自然远离痴暗，而诸根即净矣。于一切法可以看，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什么呢？智慧。境界里头，一切邪正是非善恶，清清楚楚。虽清楚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这是自性本定。这叫功夫啊。如果不清楚不明白，你不叫迷惑吗？迷就是烦恼，样样清楚，绝不起心动念，定慧等学。华严经上欲想长者修禅定，在哪里修啊？试禅，古时候称试禅，现在什么百货公司
外国人说默，他到哪里修禅定？天天观默，天天在那看。说这个修禅定，真禅定。在商场上，新产品这日新月异呀，他们一样不清楚啊，没有动一个念头，不是面壁呀，面壁这个禅定一点都不管用啊，定时修到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怎么行呢？盘腿面壁是初级的，刚开始的时候要那样学法，真学成功了。哪里都去逛，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修禅定。他们有一样不知道，智慧。如如不动，这叫真禅定啊！不在境界里头，一境界一现前就乱掉，那叫什么禅定？所以禅定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都叫禅定。不起心不动念，是如来的禅定，是自性本定。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的禅定，淡淡不执着是二乘的禅定。声闻缘觉的，凡夫不行啊，境界现不现前，他都分别执着。所以我们把搞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功夫在哪里用呢？日常生活啊。就是饮食起居。我吃东西还挑挑拣拣的，没有禅定。世尊当年每天出去徒步，还能调节吗？人家那是禅定，在定中啊。清净心能转境界。什么样是酸甜苦辣的时候，到自己就是自己最喜欢吃的味道，变了。什么能力变的？禅定能力把它变的。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的功夫，把它转变的。没有一样不美好。那就真的是极乐世界。说更有近者，释迦牟尼。世尊释迦牟尼，牟尼即寂寞与寂静意，名号里头有。如果你要是真懂佛法，你听佛的名号，就知道佛教化的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大致上的状况，你就了解了。因为名号就是他教学的宗旨。这个宗旨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所教化众生而来的。娑婆世界众生是讲现前的，不是过去未来，现前众生缺少慈悲心，心不慈悲，心不清净，严重的染污。所以佛在这里教以什么为宗旨呢？以慈悲，以清净，要教这个，他缺少这个。
啊，这是最主要的，其他是其次的。所以放在佛的名号上，啊，释迦就是慈悲的意思。释迦梵天中也能忍，能够仁慈。啊，摩尼呢是清净。那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实教，最主要的叫什么？啊，就是叫仁慈，叫清净。我们想想，今天仁慈跟清净，能不能救这个社会？真能救啊！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啊，唐恩比波斯说：“大臣，那大臣就是这个。”在佛名号当中啊，啊，孔孟，孔表示人，啊，孔曰成人，孟表的是义，啊，仁义也。父子之道啊，忠恕而已。我们用仁义忠恕，能不能救这个社会？能不能救这个地球灾难？能，一点都不错啊！啊，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以仁存心呐、啊，以义行事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循理叫做义，啊，不违背理道理，这叫义，啊，换一句话，义是什么呢？合情、合理、合法，啊，我们中国人讲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是如理如合情合法，啊，这义。啊，处理人心要正，啊，忠就是心正的，不偏不斜，啊，大公无私啊，是忠啊，啊，恕，今天一定要用恕道，恕是原谅别人，干什么坏事。都不要去追究啊，饶恕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我们中国把伦理道德教育丢掉200年了，丢掉好多代了。现在人违背伦理道德，你能说他错吗？你要说他错，那你就不义了。不仁不义了啊！他自己不知道是错，他父母也不知道啊。再上去问他祖父母还不知道啊？啊，问他曾祖父母，那个问高祖父母以上，哎，才听说，嗯，有这么回事情。啊，200年至少8代呀、啊！啊，所以今天人犯什么样的过失，滔天大罪，都要原谅。啊，为什么要你怜悯心？没人教他。啊，人心本善，这老祖宗说的。啊，佛说的更圆满，人性就是佛，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是什么佛呢？是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没看错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做善事习念，发本念的都很熟。善事习念是元朝中峰禅师他老人家汇集的。啊，里面的开示都是他老人家的法语。啊，他在里面说过，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700年前人所说的，不是现在人讲的。啊，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知道自己怎么修，很得力，而且非常快速。啊，知道这个佛号怎么念法，知道净土怎么修法。啊，真正这个法门，最简最易，啊，最简单最容易。又是即缘即顿，成就之高，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你看，念了用的是脊柱啊。都是经上的，人王经何素云，摩尼者名也，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释迦是他的姓。那此云即摩三业身口意俱其摩也。离去是云，啊，离去是人王经的解释。摩尼者，极静意，身口意极静，故曰摩尼。身口意极静，正是精进中诸根极静，而极静正是涅槃之理体。涅槃是梵语，印度话。意思就是清净寂灭啊，或者的寂灭是涅槃的涅槃之体啊。我们能够证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都是六根，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入大涅槃的境界。啊，这个名词一定要搞清楚。啊，很多人为涅槃就是死了，那个解释是错误的。啊，人死了成为原寂。那这样子是人不必修行的，哪个到最后不入大涅槃呢？哪个人不圆寂呢？要知道涅槃是活的时候真的。啊，我们有根在六尘境界下真正做到
经上讲的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而不迷，就是在大般涅槃中。啊，他就安住在大般涅槃了。啊，大涅槃是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觉而不迷是慧，清净平等是定。啊，再往下看，由于远离分别之妄惑，诸根寂静。那么，分别一定要放下，这叫功夫。我们用什么方法放下呢？就用念佛。这个方法太好了。我们的精神、意念、时间全部用在佛号上，分别忘记掉了。不要再分别了。别人来问我们，我们随顺他的分别而分别，这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人间他们所说的。你不问他，他没事不问他，他住在色相般若里头，般若无知，他住在涅槃里头，清净寂灭，住在我们经上清净平等觉上你问他呢，他就起作用因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因众生的执着而执着，他自己没分别执着，妙就妙在此地先手还原观上讲的随缘妙用我们今天没这个妙用我们真分别真执着我们有作用不妙我们这个作用造业业里头有善有恶，有染有净各有其报佛菩萨一切造作没有果报为什么？他没造业，他现身说法表演，这个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染净，没有善恶，所以他没报我们没有在这些地方看出大乘的微妙，你不知道佛法是好，好在哪里？你说不出来。妙在哪里？说不出来。你真知道之后，焉能不学你肯定要学它。佛摄受众生力量多强，你才会体会到我们自己学，老师去学自己摄受众生能力也就慢慢强起来了同一个道理众生跟自己确实是一体诸根其境
下面其如涅槃之理，故续曰：决定成等正觉，真大涅槃。这是第十二愿的啊，等正觉，这是神六，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大涅槃也是佛国之名，翻成中国意思入灭。啊，居云半涅槃。啊，居是居住。啊，成为半涅槃。半，这都是梵语了，翻成中国意思是云。啊，涅槃呢？翻成中国字是寂静啊，所以半涅槃呢也能翻成圆寂，圆是圆满，寂是寂灭，功德圆满，清净寂灭。以一重法界得被尘沙了，圆圆啊，这给我们进一步的解释。啊，一，我们上再加一个字就更清楚了，仁义。啊，中国名词里头，仁义充法界，变法界，啊，得被尘沙。啊，德上再加个字道，大家就清楚了，道德，仁义道德，变法界虚空界，这是语言的意思。啊，体穷真性，本体穷尽真如法性。啊，本体这个名词里头说的含义啊，什么是本体？哲学里头的一个名词，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从这个体变现出来的，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根源啊。你像今天科学认为物质的根源是什么啊，把它分析为最小的物质，那是所有物质的本体啊。80年前科学家刚刚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宇宙的本体。啊，在这80年之间的时候，科学进步很多。啊，把原子再分开，看出原子原来里头包括有电子、有核子、有中子。啊，原子还不是真正本体。再分啊，又分成粒子，分成夸克啊，粒子大概有几十种，夸克也有几十种啊。1980年之后发现量子更小的啊，都是这个东西，新钢筋上叫一合相嘛，就是这一个东西组合成成所有物质现象，所有物质现象本体，这就指这个。那现在科学发现了，这物质现象不是这个东西，
本体不是这个东西，本体是意念，念头。可是念头是有精神方面的。啊，于是这些科学家呢也很大胆。啊，说话了。说最近这个300年来，科学家这种二分法呢是错误的。啊，二分法什么？物理、心理。这叫二分法，二分法是错误的，误导了研究的方向。应该什么？应该是一体的，心理跟物理是一，不是二。二分呢，产生错误。啊，这是近代才发现。啊，那么这个要成立，能够真正成立了，就把这200-300年的物理啊全部推翻了。啊，真理是不能推翻的。过去的一般看法确实是有错误。啊，将万法一体是佛的大乘经。啊，阿赖耶讲的是一体。啊，心理心相跟物理相确实是一桩事情。啊，分开了就要遭难。啊，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那么佛法讲的一体是什么？这个本体是什么？本体是自性。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也叫真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啊，万法有差别，有各自独特的相分，但是性分完全是一个。啊，性不是性相。现在讲的是现象，它不是现象。啊，性里头没有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没有现象。啊，所以今天科学跟哲学找不到它，因为它没有现象。科学跟哲学都要有现象，他才能找到，没有现象找不到。所以大乘教里的佛说过了，啊，用我们的意识，就是思想念头，啊，去想找这个宇宙的真相，啊，它范围在哪里呢？宏观宇宙，它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微观世界，它能看到阿赖耶。这现在全兑现了，都被释迦牟尼佛说中了。但是自信他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它不是现象，它没有现象，你怎么找它？哎，你只要是现象，科学都有办法给找出来。它不是的，它存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没有现象。我们六根缘不到，啊，色法
这物质现象，无根缘得到，眼看得到，耳听得到，手摸得到。啊，精神现象，这前五个没办法，找不到它，我念头找到它，我思想能找到它。啊，就是第六、第七可以缘到它。自然现象呢，阿赖耶可以，阿赖耶的见分可以缘到它。它什么都不是的时候，那八识就不管用了，八识对它完全用不上了。科学跟哲学的基础没有离开八识、五识因素，还都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的极限，世尊所说的现在已经都达到极限了。那再进步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找不到自信。自信要怎么样？不用心意识，佛家讲用参究，不能用研究。研究已经到了饱和点了，到了边缘了。放弃研究，用参究就见到了。参究是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见到，就见到是见性成佛。科学家全成佛了。成佛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的明白了，真搞清楚了。这叫成佛了。成佛不是成神了，不是成仙了，不是啊。是把宇宙万物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佛是明白人。他跟中国这个圣很接近，但是比圣还清楚，还明了。圣也是明了明白的意思。但是佛这个字的明了比中国圣呢意思要深。这彻底明了。他要你立妄想分别执着才明了。那中国圣呢并没有立妄想分别执着。中国的圣人还是用阿赖耶识。佛法里面的佛陀决定是转八识成四智才成佛。这是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本体就现前了，妙觉相类，这其用，从体其用，其用是妙啊，妙是不着相，所有现象啊，对它都没有障碍。你看，微妙而断绝诸相之类。住相怎么会累呢？你执着它就累，你分别它就累。所以修行不能离开相啊，离开相修行，那是小乘行为啊。即相离相。就是微妙。宗门大德所谓的只要你定功真正成就了，
六尘、无欲、气浅，天天围绕着你，如如不动啊，那叫真的定啊。啊，我看弥勒菩萨这个同学送过不少弥勒菩萨啊，摆在你看到了，里面有一个弥勒菩萨耳朵旁边有个小孩啊，拉着给套他耳朵，对吧？这耳根就是深沉，表深沉，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五个小孩六个小孩啊，七个小孩都可以啊，五个小孩代表五欲财色名食睡，六个小孩呢代表六尘色身香味触法，七个小孩代表这个七情，七情五欲，它是这样的啊。那弥勒菩萨叫修定啊，你看七情五欲一天到晚围绕着他，他笑眯眯的，如如不动啊，不受他干扰，这叫大定啊，这叫大智啊，啊，大智大定，它就管用啊，啊，离开五欲、七情六尘，那个定那不是真定。没经过考试的定莲池大师著创随笔里头有这么一段公案啊，公案就是讲故事，是真的真事啊，他把它写在著创随笔里头，也是莲池大师的一个同参道友啊，多年呢在深山里面修行啊，自以为心地很清净，如如不动啊，城里面这些学佛的居士知道这个人，把他请下山了啊，请下山呢，住到城里面去，城区热闹啊，他就迷了。啊，跟莲池大师见面，莲池大师说，啊，就跟他讲啊，啊，他说有这么一个人，在深山入定，啊，以为功夫成就了。啊，一下山之后呀，迷在五欲六尘里头。他就问是谁呀？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初学禅定是要在深山，啊，远离尘世，真正禅定。要在试禅呢、啊、你真正经得起考验呢 啊你去接触一下，如果不行赶快回去啊，真经得起考验不动摇，行出来教化众生，行菩萨道啊，这就说明他功夫没成就啊，一下山就被染污了啊，这种成这个功夫不能修大成，修大成就堕落了啊！所以这些我们自己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啊！修行人尚且如此，那不是修行人。啊，他今天为明文利养动心，辩解
学坏了，我们就不能怪他了。啊，今天社会风气不是一个地区，全世界啊，走到哪里都一样啊。啊，都是一股歪风啊，吹遍了全世界。啊，什么人干的呢？魔王不逊。啊，我在香港讲经，魔王不逊来找我。啊，说我。没有告诉他，就侵犯他的道场。我说没这种事情啊，我们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的道场啊。他说怎么没有啊？啊，你搞的卫星网络，那就是的啊。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全世界的卫星网络是波旬的道场，我们是有网络也有卫星，没有通知他，所以我就给他立个牌位，你看我摄影棚里有魔王波旬的牌位，我请他来天津，请他大慈大悲啊，别障碍佛法，你也做的好事嘛。啊，让我们卫星邪正都有。啊，我说这是慈悲嘛？你说吧，正的你都禁止，啊，你都这个拒绝，全是邪的，那这世界不就完了？世界毁灭了，魔王也有罪呀、啊！哎，要负因果责任啊！我请他来听经。我们一起来修复。啊，人造业要受报，魔造业还是要受报啊。不能说造业不受报，是魔王不受报，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他来找我。让我们要了解啊，一桩事实真相啊，我们智慧就向上提升了啊，以后这个佛门或者是宗教要用卫星弘法，用这个网络弘法，先跟魔王打招呼啊，我们礼貌都到了，嗯，不管他同不同意，我们通知你了，啊，希望你护持，啊，你也做点好事，啊，他也讲理嘛，他不是不讲理的，啊，微妙断绝。住相之类，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就是寂，寂就是定。看因界的定，啊，因定开慧。下面贤首心经六疏，啊，贤首大师的心经注解，曰涅槃。此云缘起，此是中国，中国文里头的意思，缘起的意思，为得无不备也，成缘；障无不尽，成寂。啊，这个解释的好。啊，得一切众德完全具备。
那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中国人讲德，不出欲界，啊，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里面有重复的。要是通通把它归纳起来，十二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十二个字全都具足了，这叫圆。啊，在大乘佛法里面，我们敬宗学会当年是在美国成立的，啊，第一个会是在温哥华，第二个会是在美国加州，美国净宗学会，那在桑尼维尔，杨一华居士主持这个会，现在活动啊，还很不错，啊，很殊胜，我们都有联系，啊，这个会成立，我们写了个缘起。提出修行五个德目，啊，很简单，不麻烦。啊，第一个，我们所依据的，净宗所依据的，是净业三福。观无量寿经佛说的，三条，总共十一句。啊，第一条，第一个福，人天福报。啊，第一是人天，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四句。啊，孝亲尊师，我们落实在《弟子规》。你得真干呢，你不真干是假的。啊，慈心不杀，我们落实在感应篇，道家的。感应篇跟我们讲因果报应，190几条，有善有恶。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在底下就修十善业，由此可知。唐朝时候，祖师大德们把小乘经停住了，不学了。用儒道代替小乘，啊，这个做法了成功了，啊，你看唐朝中叶到现在差不多1400年，这1400年里面多少高僧大德，啊，说明这个做法了是正确的。啊，如果我们不学儒道，那就得学阿含经，要从这上扎根。
啊，如果我们用《弟子规》用感应篇，这根就固了。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那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怎么落实啊？怎么去做啊？啊，你不真去做，真正把所学的东西变成生活，变成思想，啊，变成行为指导原则，你一切都落空了。根之根，啊，我们把实相，把这个《弟子规》看作什么呢？我们大乘的根本见。那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感应篇，你十善业道做不到啊！这么多年来，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啊，看到我们同修在家十善业做不到，出家沙弥律所做不到，什么原因？我们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们都没有根。原本这根是家庭奠定的啊，中国古时候家家小孩一出生就教伦理道德，不是讲着听啊，是怎么教法呢？父母做出榜样来给他看，他一出生他就会看就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他说不出来啊，所以父母把弟子规做给他看，那父母还年轻啊，他祖父母都还在啊，看他怎样孝养父母，哦，他都就学会了啊，大家这家族有做官的，或者有发大财的，有大事业的，大概都着重胎教，小户人家就没有了啊，不重视胎教，但是出生都知道在小孩面前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一切不善的不能让小孩看见，不能让小孩听到，这婴儿不可以让小孩接触到啊，小孩在出生到三岁的一千天他所接触到都是纯正，没有邪物，是这么扎根的。就古人呢，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根深蒂固啊。我们现在人没有了。啊，这种教育在民国初年，民国二十年前，啊，还有一些重视文化的人，还有，少了，很少了，不多。啊，我们家乡那个地方是受桐城派的影响。啊，桐城派在明清年代起很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家乡啊，乡下小孩没有不读书的。啊，老人没有说不给小孩做好样子的。啊，风气啊，还有一点点，啊，残余的些生风气还有一点，我们小时候接触到的，啊，可以比我小个三四岁的，就接触不到了，就没有了。乡下私塾改成小学，啊。对中国古来这些东西
不教了，不讲了，找了一些年轻的老师，啊，以前读四书的这古书的这些人不要了，就没有了，没人讲了。啊，这些因素我们都要晓得。啊，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要搞，希望传统文化复兴要怎么做？你心里就有底子。啊，必须我们自己做出榜样。自己做不出榜样来的时候，那全是假的。啊，做出榜样很辛苦啊。啊，这个苦头不出不吃啊，你不会有建树啊。除此一法之外，没有第二法了。样样都要做出好样子，给现在社会大众看。啊，让他感受。啊，让他感动接受，啊，慢慢在发扬光大，啊，要有好家庭，在家学佛同修，啊，家庭是最好的榜样，给别人的家庭做好榜样，啊，佛法里面讲团体，团体要跟团体做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榜样就是六合敬。如果不合，全完了，全毁掉了。啊，是一个和睦团体，一个和睦家庭，里面有一个人不合，那个罪过比什么都重。啊，破和合众，罪过是阿鼻地狱。啊，佛说话句句是实话，不是吓唬人的。啊，跟你讲是真的，将来你堕阿鼻地狱，你不会怪罪佛，为什么你早不说，早就告诉你了。啊，你自己不相信，你自己不肯干，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三福根之根呐，《弟子规》又是根之根，怎么可以疏忽？啊，没有这个基础，戒律全部落空。你自己修不成，你也教不成，啊，发什么心都没用。啊，可见这个东西重要啊！有了这个根呢，再往上提升，就学佛了。啊，小乘佛法。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依，建立在第一佛的基础上啊！没有第一佛，就不会有第二佛。盖房子，第一佛是第一层的。第二佛是第二层的，二层一定盖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啊，第三佛是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这个因果说老实话，就是指净宗、念佛、成佛。啊，读诵大乘全经行者，你看，是一句。十句是自立成就自己，最后一句弘法利生，全经行者。啊，你去教化有缘的人，我们要以这个作为修学的
指南呢？啊，最高指导原则不能违背。啊，第二个科目就是六合，人与人之间不合就完了。啊，重视六合，六合如何能做到？要求我跟别人合，不要求别人跟我合，六合才能成就。啊，要求别人跟我合难呐，那是假的，不会成功。要求我跟他合，啊，你也能合呢，这就能同住。啊，你不能合了，我就离开。处处忍，处处让，啊，所以有一个六合的团体出现，这佛门有福啊！啊，我们就知道佛法有可能兴旺起来。嗯，它有个例子在，啊，道场，你看看这道场是榜样。啊，所有道场都向这个道场学习。啊，道场建立一个榜样，家庭要建一个榜样，各个行业都可以建一个榜样，各个宗教都可以建立一个榜样。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增高品位啊！你往生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品位啊？你做了大好事啊！做真正好事，如果有自己名利在里头，就完了，全都毁掉了啊！有丝毫名利在里头，毁掉了，这是最困难的一桩事情。为什么呢？有人呢，以为自己名利先都断了，他并不知道啊。那种微细的烦恼，自己不能觉察。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每一天不能离开经典，不离开经典，就是不离开佛菩萨。经典是佛菩萨教诲。啊，要用多量的时间用在经典上，你去读诵，你去研究，啊，字字句句都要认真，一个字都不能放弃。越熟，会看到经典意思越多。啊，我读经得有个习惯，我用新本子，不用旧本子。啊，有什么好处呢？旧本子是以前读过的，我再换这个新本子，都有新的意思出来，不受以前那个干扰。啊，全是新的。啊，真干的人，境界年年不一样啊。去年读的是那个境界，今年是新的境界。啊，不要去跟前面比较，今年一完之后，拿着两东西一对，你就不一样。知道自己提升了啊！如果是讲经分享，更明显了啊！用旧的，年年都一样啊！就像学校里教书
啊，教一年级的老师，每年都教一年级，就用一部教科书一样的材料，教了一辈子都不会有进步，他就停在那个地方，没法子提升啊。啊，你教的东西是教一年级，可是年年我不用旧东西，年年新，那味道不一样啊！啊，你才能讲得透啊，讲得明白了，学生听得欢喜啊！啊，他听不厌呢、啊！啊，教不倦，听不厌，你的教学成功了。啊，一定要认真，啊，要精进，啊，自己的受用多。我常说，别人的得到的利益有三分，自己得七分。大涅槃经者。指大乘啊，大乘大涅槃者，指大乘真涅槃，皆非小乘。大乘涅槃，具化身、般若、解脱三德，有常乐我净四德，立分段变异二种生死，具无量之无边之深智，是大乘涅槃。这一段话是念老总结的，总结这一段的意思啊，解得很好，解得很清楚啊。大乘涅槃里头有化身，有智慧，解脱是自在，这三德啊，解脱是无碍呀、啊，自在呀、啊，啊，而且每一种里面呢，都有常乐我净四德，化身有常乐我净，智慧有常乐我净，自在有常乐我净，有真的有我。啊，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这叫常。啊，乐就是前面所说的永离烦恼，没有障碍啊，里面没有我，没有苦啊，这是乐。我是自在的意思，主宰的意思，自己能给自己做主啊，真火啊，凡夫没有我，圣人有我啊，凡夫何以说无我呢？我想我身心健康，不要有病，能做得到吗？如果有我是做得到啊，我能做主啊。啊，一年比一年衰老，啊，健康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这无我。如果有我的话，哎，年岁可以延长，身体健康啊如故，不受年龄的约束，那多自在呀、啊！做不到啊。
啊，从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没有啊。觉悟的人做到，啊，所以法身里头有正法身的菩萨，他统统去做啊。谁正法身？十报庄严图全正的法身，41位法身大师，从初住到等觉，这全部都正的。啊，法身般若解脱，统统正的，叫三德密藏。啊，常乐我净是四德。这四德通通去除，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秘密到现在我们才算是真相信了，不怀疑了。以前搞这个搞不清楚啊！啊，这个是科学给我们的帮助啊！念力的秘密。把这个秘密给揭穿了，啊，其实佛在经上常说，我们体会不到，没有这个智慧。佛常讲呢，一切法从心想生，比科学家早3000年，我们听了无数遍。就是听不懂不能了解他的意思啊，科学家的科学的实验证明报告啊，物质的基础是一念八十里都讲过阿赖耶的境界相我们都知道所有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阿赖耶境界相从哪里来呢？是从见分来的。啊，古大德的注解里头说，见分要见，相分就出来了。这么个讲法，没错。现在我们明白，见分要见，为什么就出相分？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物质现象是从见分里面变现出来的。啊，它的体就是见分。啊，这是古代人注解的时候没注清楚啊。啊，没注意清楚，我们相信他也没搞清楚。啊，所以就这样含含糊糊地传下来。我们虽然学，学了总有疑惑。啊，要如果说明，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那我们清楚了。啊，科学家这么一说，我们再回头看看。经文上讲的阿赖耶没错啊，就是科学家所讲的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业相啊，业相从哪来的？迷失了自信，自信变现出来的，是自信迷的现象，产生这个幻想。啊，自信没有迷悟，一念不觉会产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叫阿赖耶。啊，阿赖耶第一个现象业相，科学家称它为能量。啊，从能量里头变现出信息。啊，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见分。啊，也称为转向、转变。
转变为物质，最境界相。啊，实际上物质里头是物质里头，不仅是纯物质，它有精神在。佛法里面讲的色受想行识，任何物质都具足色受想行识，没有受想行识，物质就没有。物质一定有受想行识。这么说来，整个宇宙，用现在人的说法，它是有机体，啊，也就是全都是活活泼泼的。啊，我们心经明白明了了，心经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这科学家看到了。啊，五蕴真的是空的。有没有？有。有为什么是空的？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啊，所以科学家讲，单独的这一个现象，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毫无意义。啊，它就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比闪电快，快得太多了。你想，一秒钟闪光1600兆次，那一次你怎么能掌握得住？你怎么能看得到？你老式的电影，一秒钟放映的幻灯片才24张，那里头一张我们就看不到。啊，我们一秒钟就有印象了，一秒钟才24张，24张重叠在一起，啊，成为一个动画片。啊，科学家叫做纠缠，这个名词很好。纠缠在一起，你所以看到现象。啊，你看到它存在，单独一个看不到。无论是物质，无论是精神，乃至于自然现象，单一你决定看不到。啊，所以说它毫无意义。啊，纠缠在一起才发现的。哎，知道它存在。啊，那么纠缠多久？这是佛法讲，通通是缘。有的时间长一点，有的时间很短促。啊，为什么它有变化？为什么说念头有变化？随物质它有变化，它随着念头转的。所以科学最近才提出这4个字：一心空无。啊，用我们的意念来控制物质。啊，这个现象头一个，就可以用在疗愈上。我们生病治疗，把病治好，可以用在这上。啊，让自己身体永远身心健康，不生病啊！哎，离开病苦啊！啊，病是由业障来的。有烦恼来的，
我们远离烦恼，我们消除业障。啊，通通用一念呢、啊，是妙不可言啊！只要你会用啊，啊，阿罗汉以上全都会用。啊，所以阿罗汉虽然没真的化身，没有开智慧，啊，那个解脱他得了有一点呢，有一点自在呀、啊，那就他会用了。啊，如果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比他还厉害啊！啊，这种功力的时候超过阿罗汉呢，我们要懂得了。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开始用它，啊，知道阿弥陀佛无量功德，啊，万德庄严，没开始用，如果要开始用，啊，效果就不可思议了。净是清净，这是真。从来没有染污，啊，不执着就没有染污。染污是第七识，一根染污一，它就是染污。啊，这个一根从哪来的呢？四种烦恼造成。第一个是我知我见啊，我见就是我知，执着有个我，它不是执着身啊，身见很粗，把身当作我啊，这是六道凡夫啊，二乘人已经破身见，粗果虚脱环，不执着身是我。啊，那比我们就厉害多了。啊，他执着什么是我呢？阿赖耶，见分里头的一分，意味什么？执着阿赖耶相分里面的一分作为我身，万事万法所有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从这相分里面执着这一分，以为是自己的身啊，执着这个念头以为是自己的心，全都错了啊！不知道整个阿赖耶是我啊！啊，整个阿赖耶是迷了的我，没觉悟，一觉悟了，阿赖耶就没有了，觉悟就回归自信啊，自信里的真我，但是自信全体是我，不是局限。不是自信里的一部分，那就变成阿赖耶了，那就错了。啊，自信全体是我，自信全体是我呢，那就整个宇宙一切万物统统是我。所以，大乘佛法里头是说明，变法界、虚空界是我。一体呀！啊，所以慈悲心讲到悲，同体大悲。啊，变法界所有万事万物跟我同一个体，就是同一个自性。啊，还原观上讲的好啊，一体。
自性清净圆明体。阿弥陀佛是他，释迦如来也是他，药师如来也是他，十方所有一切诸佛、一切菩萨都是他。啊，六道众生是他，地狱恶鬼畜生却是他，除他之外什么都没有，他是本体，能生万法，万法就是他，这搞清楚啊，是一不是二啊，然后你心量就脱开了，啊，对一切人的爱护就跟爱护自己一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叫见性了。没有见性的人，有分别，有执着，啊，有你我他，见性了没有了。见性之后，你我他是随身他分别，他还在迷，啊，认为这样，认为那样，随身他，你说什么都好，随身。啊，为什么这个事情讲不通的呀？不随身你就自己找麻烦了。随身，哎，我知道你不知道。啊，知道的人永远随身众生，才能帮助他觉悟，慢慢帮助他。啊，学会用意念解决问题。啊，如果身心健康，老而不衰，啊，这是人家大概与人交往第一个受注目的焦点。啊，他羡慕你，你为什么不老啊？啊，你为什么不生病啊？这大家都想要的，哎，你就可以教他一招。啊，把念佛这个道理，把集中意念这个道理，至心一处，无私不办，一切法从心向生，这个讲给他听。啊，这跟你讲道理啊，你去想想啊。啊，我们不谈佛法，什么叫佛？不告诉你。啊，那个太高了，那秘密，你还差远了，慢慢来。啊，先把你迫切需要的告诉你，啊，告诉他要素食，很重要。啊，现在的动物不能吃，不像从前。为什么？从前这个动物生活在干净的土地上，它很健康，它不带病毒。现在的动物，地球被染污了，水被染污了，啊，水土被染污了，所以不但是动物带有病毒，植物都带有病毒。这不健康啊，千万不能够吃动物，连鱼都不能吃，海水、江河通通受了染污，啊，这都是科学带来的恩惠呀！啊，逼着我们自己要自己耕种，吃的才放心，没法子。啊，所以我们在澳洲真的自己耕种啊，啊，买了土地，和中国大概有10000亩，啊，我们自己不会耕种，找农夫，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你给我种，啊，用原始的方法给我耕种，啊，我们付他的工资。
啊，他做一天多少钱？给钱给他。啊，划得来啊！收成之后，我们可以多余的可以卖，卖了付他们钱还有多余的。啊，去年我们收成小米，啊，收了13000公斤，我们吃不了那么多，啊，在市场卖呀。我们东西人家喜欢有机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啊！啊，所以今年我们计划种的东西很多。啊，我们种马铃薯，种玉米，啊，还是在实验种稻米，种小麦，啊，种粮食，啊，蔬菜我们开辟大菜园。啊，蔬菜太多了吃不完，可以送到超级市场去卖，有机蔬菜。啊，自给自足啊！啊，首先自己吃得心安了。那今天不走这个路，真的提心吊胆，市场买东西。敢吃吗？啊，如果有疑心啊，那就真不敢吃。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下生，我疑惑那个地方，那个不干净啊，那就不能吃。啊，真的，一切法从心下生。啊，就是有农药的，你相信他没有，你吃的没事。啊，没有农药，你相信它有，吃了都有事情。啊，这就是一心空无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念头纯净纯善，对外面不怀疑。啊，也不要宣扬不怀疑，我们自给自足，这是最上之策。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一段的意思还没说完。